对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不管载体怎么变，不管做音乐的形式怎么改变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在我身边都没有人在创作，但是我一踏入，让我有机会看到海螺星奖，让我看到激荡工作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写歌。生机能够补充个人命格的需要，生机条件是要有好的风水布局和环境。种生机的过程中讲究时间、露水、星象、旺火，才能让生机有效的启动。哎呦，热力气过了，都没人爱我。